在习近平和 Biden 两个人见面之后，很多人说这两国的关系会走向什么样的状况。很显然，两个人在矽谷公园里头、花园里头散步，双方最大的重点是如何避免全世界两大霸权发生军事冲突。两个都是核子武器的国家，他们想避免第三次的世界大战，所以很快的军方跟军方恢复对话。这个是关于中国和美国之间在习拜会之后最大的一个进展。可是如果原来我们从一刚开始川普所发动的美中贸易战、科技战一直到现在为止来看，并没有因为习拜会之后有任何的改善。我们看到最新出炉的美国一个办法是关于降低通膨法案里头对于电动汽车的补助。在降低通膨法案里头，一方面要提高美国的一些相关产业的生产力，那么其中一个针对的焦点就是新能源车，就是电动车。它这里头呢，就是特别针对中国很著名的宁德时代。他说，凡是你使用受关注国家的电动车汽车里头的一些重要的电池组件，因为宁德时代是全世界最大的电池组件的一个供应的公司，而所谓受关注国家呢，宁德时代是属于中国的，俄罗斯也包括，朝鲜也包括，伊朗，那讲朝鲜根本就是没有用，讲伊朗没有用，这两个国家根本就没有电池可言，俄罗斯也并不是发展这方面，所以就受关注国家只有一个，就是中国。所以呢，美中之间在贸易上头，在关税上头，在科技上头的冲突，在这个礼拜我们明天会为大家报道，在 AI 晶片里头也是越演越烈，它并没有因为习拜会而结束，两个经济强权的竞争仍然持续当中。The U.S. government under Biden just dropped these new regulations that are a game changer for the EV industry. The target? China's massive influence in the EV market. It's no secret that China's been the big boss when it comes to making parts for electric cars, especially the batteries, those power-packed units that are the heart and soul of EVs. And Biden's like, nope, we're changing the rules.去年十月，美国祭出晶片法，围堵中国半导体产业。而今，美国又在出招去中国化，针对电动汽车的补助发布新规定。自2024年起，美国生产的新能源汽车中，如果包含受关注外国实体所制造或组装的电池组件，将排除在降低通膨法案中所享有的750美元税收抵免。They want the battery production in the U.S.So a certain amount of cars fell out of the $7,500 federal tax incentive. 新规定还包含在2025年后，车辆不能含有此类实体所提取加工或回收的关键矿物镍和锂等。拜登此举是希望未来有关电池及其材料能够直接在美国生产，但显然这不仅是汽车产业的问题，而是攸关谁在这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中拥有主导权。就在宣布新规定的前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1月30日前往北卡罗来纳州视察了一家锂电池工厂，他并表明美国立场，直指中国。An overdependence, including on China, makes America more vulnerable to risks that can disrupt our access to that foreign production, from natural disasters to macroeconomic forces to deliberate actions such as economic coercion. And disrupted access can result in economic disruption and higher prices for American consumers.纽约时报指出，拜登政府所颁布的新规旨在将更多电动汽车电池及其原材料的生产转移到美国，以求逐步增强一个目前由中国主导的战略性产业。但若按照目前的规定，美国市场100多款电动汽车中，大约只有20款有资格获得税收减免优惠。The new rules Biden's team introduced could actually make it tougher for electric cars to qualify for federal subsidies. Tesla is heavily reliant on China for imports, and so is GM.
Political 文章批评美国电动车补贴新规定将阻碍美国汽车业脱碳的进程。由3000多家汽车经销商所组成的汽车联盟向拜登政府发出公开信，希望这项咄咄逼人的新方案可以踩刹车，避免电动车市场蒙受巨大损失。除了这个关键原材料严重依赖于外部之外，美国当前发展新能源汽车最大的挑战在于传统燃油车依旧在美国整体的汽车产业当中是占据绝对主导优势的。那么相比之下呢，美国的电动汽车成本高，而且缺乏家庭的这些充电的设施，所以美国的消费者对电动汽车的接受程度是远远滞后于现在美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Put all together, the plan is to invest in America in a literal sense, not overseas in America. Invest in ourselves, and it's working.美国盘算需要抢回主导权，但事情比想象的复杂得多。像是美国福特汽车计划在密西根州建厂为新电动汽车生产电池，但其合作伙伴是来自中国的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将提供技术、部分设备和工人。美国政府官员拒绝透露福特工厂生产的电池未来是否有资格享受税收抵免。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近几个月来，福特一直在游说白宫对其与中汽在锂电池生产方面的技术合作开绿灯，称此一决定对福特影响重大。They want to get up to 2 million EVs globally by 2026. So with all those EVs, they're going to need a lot of batteries. This new plant is really going to go a long way to help them reach their goals.事实上，美国对于电动汽车的新规范不只对中国，也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电池产业带来冲击。以韩国为例，韩国的电池产业矿物原材料方面也是对外依赖严重。2022年，韩国电池产业所使用的钴、锰、锂等矿物几乎100%来自中国。那么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呢，致力于能源转型，特别是把重点放在发展新能源汽车身上，目标呢是在2030年美国的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要达到50%，而目前美国的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还不到5%，所以这目标实际上是相差巨大的。美国挡下比亚迪等中国车企就能抢下全球电动车市场吗？日前泰国曼谷举办的汽车博览会中，你看到从出口到生产，中国电动车已在积极布局东南亚。今年上半年，泰国电动车总销售量达到3.17万辆，中国品牌就超过了2万辆，其中比亚迪的销量达到11189辆，占据了35.4%的市场份额。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泰国最大汽车行业国外投资者。2022年，长城汽车收购美国通用汽车泰国厂，并投资3000万美元新建电池包装及研发中心。比亚迪也在泰国建设生产基地。美国距离完全不使用中国材料和零组件的电动汽车，恐怕还需要数年的时间。拜登政府政治挂帅，顾不了实质供应链，他围堵中国的政策可能为已经推动缓慢的美国电动车市场带来新的阻碍。